智能 AI 五只棋，你再也不用因为找不着小伙伴陪你下棋而苦恼了。这是一款智能的五子棋，一共分为三档。这是比较傻的模式，这个是中档模式，这个是特别难的模式，看也不高兴了。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人机对战，非常有意思，一共是有两种颜色的棋人，一种是红色，一种是绿色，一人下一步五子棋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应该都会吧。多功非常好，非常厚实，后边是重叠的。